Why do you want to be a lobby boy? Who wouldn't? At the Grand Budapest, sir. And so my life began. Junior lobby boy in training under the strict command of Monsieur Gustav H. Many of the hotel's most valued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came for him. I love you. I love you. She was dynamite in the sack, by the way. She was 84. I've had older. This was also when I met Agatha. She's charming. She's so charming. Is he flirting with you? Yes. I approve of this union. I became his pupil, and he was to be my counselor and guardian. The police are here. Tell them I'll be right down. She's been murdered, and you think I did it. Hey! Stop! You're looking so well, darling. You really are. I don't know what sort of cream they've put on you down at the morgue, but I want some. This is Madame D'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To Monsieur Gustav H., I bequeath a painting known as Boy with Apple. Wow. What? Who's Gustav H.? I'm afraid that's me, darling. If I learn you ever once laid a finger on my mother's body, living or dead... I go to bed with all my friends. We need to make a plan for your survival. Hide this. It's in code, and you might need a magnifying glass to read it, but it tells you exactly where and how to find Boy with Apple. I'm a baker. I'm not a fence, if that's the term. I want roadblocks at every junction for 50 kilometers. I want rail blocks at every train station for 100 kilometers. Get in! I want 50 men and 10 bloodhounds ready in 5 minutes. You can't arrest him simply because he's a bloody immigrant. Take your hands off my lobby boy!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美国鬼才导演 Wes Anderson 本周推出新作，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今天很高兴再度邀请到影评人蛋塔摩来到现场，我们分享。小摩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大家好，我是蛋塔摩。那小摩看到 Wes Anderson 出新作，大家都很兴奋了，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他新作的电影本事？Wes Anderson 这部新片叫做《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那这是一部非常可爱的电影，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真的国家，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时间大概是近代、大概是近代的 有不断的欧洲有战争那个时期。 这个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饭店，已经有点像风华褪去的一个饭店。那里面有一个主人在里面，他就是不肯把这个饭店给抛弃掉。这个主人他有很奇怪的名字，叫做就是 zero， 什么都没有 ，nothing 的意思。这个饭店主人就开始回叙他的生命故事，也几乎也就是回叙这个饭店里面发生的事情。原来他小时候是一个非法移民，从一个也是不知名的国家，不过可以想象那个国家一定是一个有战争的国家，来到了这个故事发生地的国家。他这个。主人翁小时候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在饭店工作，那无意间呢，他受到了这个饭店老板的赏识。那这个老板呢是一个非常精力充沛，而且非常的风流倜傥，品味又好。那个也非常八面玲珑的一个男子，而且他非常的善良。他对这个非法移民简直是当作他的亲兄弟在这样子对待。那当然啦，这个男主角慢慢的就开始变成这个饭店重要的一个类似领班的角色。故事的转折点是在发生一件凶杀案，那一切的线索都指向这个饭店主人是凶手。于是这两个人，这个饭店主人跟他的这个故事的主人翁这个小跟班，他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有趣的是，这个电影是他中间拍得非常的轻松幽默，中间有一段很精彩一个追凶过程，就有点像是我们要找出谁是凶手，对，是一种侦探过程，而且还有一段很让人看得很过瘾的逃狱过程。你知道我们都很喜欢看到那种犯人逃出监狱，那过程都是非常非常惊险又有趣的。所以说这部电影呢，虽然讲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可是它有很多很幽默的元素在里面。其实就是说这里面的人物也非常幽默。故事中那个被谋杀的那个受害者，他有一个很庞大的家族，那每个人都是很贪婪自私。片中有一场戏是他们描写说，他们整个家族都跑来要继承遗产，浩浩荡荡的。那整个气氛都很直接的，带出了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说，
带出了这部电影的重要主题，就是说他在批判人类的贪婪。嗯，不过呢 ，Wes Anderson 的电影一向是比较不重视，不是不重视，他的电影形式永远是比他的故事有趣多了。嗯，所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我们要看的，事实上也是大部分是看他的电影的形式。嗯，对。我们说就是除了形式之外，大家都看得出来它的美术跟场面调度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很多人都用了黄金比例这四个字来形容。那可不可以小萌可以帮我们多说一点，然后还有就是这部作品特别值得期待的地方有哪些呢？这个片子的背景大概是在欧洲的某个地方，东欧，所以说这部电影的音乐跟它的视觉都带着浓浓的东欧的感觉，比如说音乐带着那种东欧舞曲那种马祖卡那种东西，有点像那个我小时候跳土风的音乐。它的视觉就是充满一片的红色，很象征那个共产时期的欧洲的感觉。不过整个视觉事实上给人一种感觉是有点假假的，假假的。可是我觉得他安排这种假假是有目的的，就是说，他因为这毕竟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你借由这种太过非常风格化的视觉，可以让我们觉得说跟这故事有点距离。这个电影的美术设计是非常的惊人的。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我喜欢吃甜点，然后这部电影当中甜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几乎是一个关键现象。我们不能暴雷，对不对？对，那家店叫 Mendels， 就只能讲到这里为止。这样对，那我可以看出来那个导演在安排甜点的那个美术设计是非常惊人的。他设计一种那个很多层次的甜点，然后呢你还不忍心把它切成两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说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来，这个导演在这部电影的那个对于这种风格啊的建立是非常的花心思的。对，其实就是说这部电影带着一种幽默感，就 Wes Anderson 电影一向是都有很多幽默感。那这个电影呢，譬如说像这个电影中间，我们刚刚提到说有一个查案的过程，侦查找凶手，其实像那种查案的过程，你是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很灰暗的，毕竟这个有人死掉，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很黑色的东西。可是这部电影完全没有，他把那个什么死亡、有人死掉啊，什么什么都拍得好像卡通一样，那个整个调度非常的轻快灵活。我想导演选择这样一个风格，也是要为了要衬托主人翁，就是说这个饭店主人那种积极正面的一种人生态度，就是说把这个故事沉重的一面，把它给整个翻转过来，变成一个很轻松的电影。其实 Wes Anderson 他自己就是说，他拍这个作品，他把时间点是设在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嘛，所以他就是想象说30年代应该是一种浮夸，然后是一个奢华的年代，所以把整个布达佩斯大饭店弄得像是一个结婚蛋糕一样的，就是粉色无边这样子。那我们说就是，其实 Wes Anderson 真的是在不管是国际影坛或者是在美国电影市场都是响亮亮的一号人物，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他做过去的作品 ？OK，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导演 Wes Anderson， 他是美国大概少数很有个人风格的导演。他第一部电影我没有看过，我看是他第二部，叫做都是爱情惹的祸。都是爱情惹的祸。这电影是讲一个贵族中学的学生，他跟他的同学的爸爸抢女人的故事。就是那电影实际上他在描写，这部电影是描写主要是贵族学校的怪咖，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他第二部下一部电影叫做《天才艺术》，是描写怪咖，一堆天才怪咖，就是每个人都是会数学啊，会科学什么什么，一堆天才，可是他们都是怪怪的，就像齐聚一堂。对，你可以想象那个的喜剧效果。接下来那部电影就让人很意外，他拍的是一个海洋学家的故事。对，那个电影我也看过，就是真的是很那个很多蓝色的那种感觉。我最讶异的是他居然还涉足了动画。对，他拍一部电影叫做《超级狐狸先生》，Fantastic Mr. Fox。那个电影的故事，虽然说那个电影的主角是个狐狸，可是可以看出来，这也是怪咖狐狸，因为他很喜欢去邻居偷吃东西，我觉得很像我。就所以说 ，Wes Anderson 他的角色都带那种边缘性，都不是正常人，可是他不是那种有一种边缘性是他负担着生命的悲剧那种边缘性，他不是，他是一种带着轻松幽默，带着一种有点高贵性质的这种边缘角色。像这个电影的主角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怪咖。他真的超怪的。那个我记得电影中有一段是他们那个什么后有追兵，他们两个人已经很危险了，他们还讲话讲个不停，我们都快要急死你，叫他们赶快逃。他们就会想说，他们还讲说你的香水有没有带？对，你的什么？我们都快要急死了。就是说 ，Wes Anderson 他的人物都带着一种高贵的幽默，一种你知道那种感觉，那是非常吸引人的。
嗯，那其实这次我们看说里面其实大明星几乎是就是不计形象演出，他出现就是不管是演再小的角色，他也是要演，就几乎像是一个同乐会的状况。就是小萌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次参与的这些巨星有哪些？哦，嗯，其实这部电影几乎是把他过去演员都全部还回来，那个、嗯，那个什么都是爱情惹的祸的那个 Patrick Schwartz， 嗯，还有那个。大吉岭有限公司的 Adrian Brody 就是演那个战地情人那个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那个，还有 Owen Wilson 也是他的班底，他的固定合作班底，而且他曾经还当他的编剧，嗯嗯，这些他就都找来了。最让我讶异是那个蒂达·史云顿 ，Tilda Swinton， 我一直在找他到底哪里，他也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呢，非常虽然小，可是他非常重，而且非常的吸引人，让人家难以忘怀。嗯，其实还有很多角色啦，都是这部电影几乎是网罗了很多大明星在里面，很多的大明星。对，嗯，那小魔自己也可以算是 Wes Anderson 的影迷啊，你觉得你推不推荐他的那个影迷？要不要继续追？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当然啦，这个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它是一个非常轻松、幽默、有趣。的一个电影，它的节奏非常轻快，节奏非常的让你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会把它看完。嗯，而且它的整个视觉都是好像画工笔画一样，非常努力的精心在营造整个电影的美术。所以说，不管是在形式上、内涵上，甚至于娱乐性，这部电影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嗯，真的非常值得推荐。就像所有的历史电影一样，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过去的历史，我们都听嘻哈音乐，整个那个什么都在。可是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透过这样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嘻哈音乐当中那些呐喊是怎么来的。嗯。